天火坠营，士卒艳福，洪水盛溢，逆者万数，到头来你不也为一己之力造成生灵涂炭？君子喻于义，何必约利，我自无愧于心。墨者本该伐不义，诛暴君，靖乱平贼，难道师父没教过你这个？靖乱平贼，哼，师父曾教过我，利之中取大，害之中取小，牺牲数人以救千万人，是取小害也。然而他却为了救几个乡野匹夫，白白葬送无数商末弟子和他自己的性命。就在你离开后的那年，人非得丢了命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不管是师父或是你们，解决你们，一盏茶足矣。阿兄，这就交给我吧。回，除掉你那些平定乱世是小害，是大利。一点不易，杀不过的君子，君子所不为也。为天之所欲也。Thank you.
我本相信着，终有一。妖山驿站的最后，红儿与小玩伴终于战胜了墨皇。失去墨皇的带领，李军节节败退，即便手握元灵武器，依然无力回天。最终，绿林军攻入长安，李军覆灭，再无后人。街坊中总传闻，有位自称杜吴的商人杀了王莽。刘圣公称帝之后，刘季不服，后来刘圣公便以谋反之名将他捉拿下狱。博生将军为了救他，惨死于刘圣公刀下。文殊将军虽然逃过一劫，但此事已种下了绿林军分崩离析的种子。中原陷入了连年的战火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若干年后，文殊将军荡平各方势力，登基称帝，改元建武，重立国号为汉。他勤于政事，还减轻田赋，兴修水利，大汉逐渐从动荡中恢复，国力蒸蒸日上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称光武中兴。